哦哟，这么辣呀，美女！美女是先吃辣椒，后吃粉是吧？先吃粉，完再吃辣椒，几个粉？那你就加上去吧，等到我吃了，都到螺蛳粉间。你一个不差，送你两箱。才两箱，那么……那你箱要多少啊？我仓库那全是，你有本事拿吗？你一分钟吃完5000块钱，我都给你，要吗？要。好的，这个美女。哎呦，加多少个辣椒去啊？那么辣？不动，10个。哇，比他能吃，我吃30个。我信你个鬼！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很期待美女要我500块钱啊！3分钟啊！开始，3分钟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有点拖，像拖草进城。500块钱有希望。啊，好烫啊！我叫你吹，你不吹，你不信我。看来这次有做了功课来，我专门来薅你羊毛，阿姨。没事，我很期待他3分钟吃完，我拿现金给他500块钱。一口一碗粉，可以的，500块钱现金有希望啊。不管可不可以，这个气势是可以的。对呀、啊，还有10个米辣椒在后面呢，他还说还要加辣椒，我给他吃完钱，他要加，我继续加给他。没事，好、哦，没事啊。等1分钟5000，2分钟2000，3分钟500，你敢来吗？3分钟肯定搞不定啦、啊。慢点啊，慢点哦。上次拿那个袋装回去好不好吃啊，美女？好吃是吧？好吃，做个手势。哦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肯定的。不等他讲话。哎呦，开始吃辣椒了吧？一口一个。哎呦！慢点啊！不要问这么多了，美女。慢点，慢点，我们吃的就吃。我的妈呀！一口两个。一口两个。很棒，很棒！一口两个，牛。美女，辣不辣？肯定很辣，不辣他就不敢挑战。螺蛳粉又吃辣椒。5分半了啊！嗯，辣的嘴巴都快喷火了，阿姨，辣的眼泪都流了，阿姨，吃了多少颗了？4颗，还有6颗，吃完粉再说吧。先吃粉吗？不要耽误你吃粉了，5箱6箱都不得。我的天哪，吃不了就不要吃那个辣椒、啊。是啊，好伤啊。我看见你头气，我就有点不爽。我感觉在吃那辣椒，我干嘛？背后都冒汗去。走，想吃一个吗？嗯，粉牛啊。哭了，吃哭了，阿姨。阿妹。吃得下吗？吃得下是吧？要是你吃得完粉就算了啊，辣椒吃不完就不要了，知道吗？不能强求啊。算了算了，最后一口了。嗯。最后一口辣椒不吃，美女，恭喜你12分40秒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不开心，就是你自己的辣椒吃不完，给了一箱鼓励奖给你啊！来，你看。